主料：白斩鸡骨25克，肉片60克。辅料：芝麻油、盐、糖、生粉、生抽、姜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白斩鸡骨摘出根部，用热水清洗干净后沥干水分备用。瘦肉洗净切成片，并用盐、糖、生粉、生抽、芝麻油混合均匀，腌制20分钟，然后用碟装好肉片，在肉片上均匀地铺上白斩鸡丝，再放入少许姜丝，隔水蒸20到25分钟，一碟简单的菜就 OK 了。烹饪技巧：白斩鸡骨要摘除根部，并用热水清洗净，可以换肉饼或鸡肉蒸都 OK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